一起办理的补救员，办理初选的这个补救。幽灵这个电话1400支，这1400支是足惊人的呢。整个内底的这个，咱的结果选举应用的专业设计的选举结果，这个选举结果的是，而且足懊恼，大家嘛足气愤的呢。这是一个民主圣地，足见笑，议员官足见笑，堪称民主圣地呢。利用这种做法，你还阁保持沉默？你还阁无对社会公开？来公开来公开说明，跟他提哦，中央公布。这是做不对的事情啦。读过政治学或者读过所谓民调的人都清楚啊，你这个有效样本1068，所谓有效样本就是你抽到不是在他该选区里面的电话，那是无效样本，那就不会列入计算。那么今天所呈现出来的1068所谓有效样本，就是涉及在三星乡有选票的选民他所做出来的民意调查，所以你即使是调到五结、东山、罗东，那个都是无效样本，都不会在这个民调里面呈现出来。这个稍微有政治学常识的人都清楚了。